好，那我先虽然还没开始，但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是今天这个 track 主要是 PyCon 的社群鬼，但早上的话，我们是PyCon 是有和 Airflow 台湾这边有做一个合作，所以说早上的议程这边主要是由 Airflow 台湾 Meetup 然后来做寻找这些讲者的。那如果你有听过Airflow 的话，那现在台湾其实有一个社群，然后是可以专门在讨论这个技术，然后每个月有定期办一些聚会。那这是我们的社群的连结，然后它是一个 Slack 的 channel。那如果还没有加入的话，可以扫一下 QR code。那扫进去之后，你会需要去输入你的这个 Slack 的 email， 那它会再寄一封邀请信给你。那进到这个 Slack 的群组之后，就可以搜寻这个 Users Taiwan 这个频道，对，那就可以加入，然后跟我们一起讨论。刚有一些刚进来的朋友，就是现在目前就是台湾有一个 Airflow 的社群，然后在这个 Airflow 社群上面，我们会讨论就是不止就是 Apache Airflow 这套工具，然后以外，我们也会讨论一些跟 Data Engineering 相关的一些议题。然后我们目前每个月都有办一个实体的聚会，那如果有兴趣有想要参加的话，都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然后加入 Slack 的 channel。好，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今天很高兴，就是可以邀请到来自玉山银行的易勋，那也可以叫他 Jeffrey。那他会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如何使用这 Apache Airflow 这套工具来建立一套 ETL 的 framework， 并且给就是一个 AI 的团队来进行使用。他使用的场景有包含像是处理AI 上面 training 或者是特征工程的一些处理。对，那我们就欢迎易勋。然后各位那个就是来参加 CoastCup 的伙伴们，大家好啊，我是易勋，那也可以叫我 Jeffrey 这样子。那我目前是就职于玉山银行的智能金融处，然后我在一个 data science 的 team 里面就职这样子。那主要处理的工作都是在针对我们 AI 模型的，就是这些特征工程去进行开发。那过程中其实就有用到 Airflow 这个工具这样子。那 Airflow 其实也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 Python 的一个还蛮热门，就是它如果你去查那个 Python 的那个 package， 它其实是排名在还蛮前，至少是前三名。就是 Airflow 这个工具真的是非常的热门，那加上它是开源的，所以说其实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找到很多它的开源的相关社群的一些资讯。那加上就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设计上是为了让这个工作，我们在软体里面做一些工作调度这样的工作，是可以去有一个视觉化的界面，让你可以去看到哦，我今天有很多的工作，它分别它的相依性是什么，它的先后顺序是什么。那对于我们在一个 AI 团队当中，我们去做这些资料的处理，那不只是只个人去做一些实验的研究，同时我们这些 data 的这些处理的这些流程，都要能够去经过实践历练，要能够在线上提供服务，而且是要稳定，而且是能够处理大量数据，快速的去做一个就是稳定的服务。所以说，就是透过 Airflow 这个工具，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达到这件事情。那这边的话，还会再另外讲，就是今天主轴是要讲一个，就是怎么样在 Airflow 上面去开发 ETO。那因为 ETO 有一些就是 Airflow， 在我们公司里面碰到的一些难点。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开发一个 ETO 的框架，来让我们在 Data Science 上面，我们的结构化资料的这个处理流程可以去被简化，这样子。那给大家看一个图，就是不知道大家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有没有自己做早餐？不知道大家的那个就是厨房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大家喜欢的厨房是左边的这种厨房，还是右边这种厨房？那之所以举这个例子，是因为其实我们在做资料处理，我们在做，或者说 ETL 的过程，就是我们其实就像是一个厨师，我们是在厨房当中把各种不同的来源的食材，把它进行一个混合，把它做一些整理加值以后，然后再变成最后我们就是要端出来给客人的一些产物。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有一个干净的厨房，我们可以让这个食材整个被加工的过程是可以有足够的品质。那其实对我们如期如实的去交付一个就是资料表，就是有很好的帮助，这样子。那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个理想的 AI 服务需要哪些元素，尤其是它就是针对资料处理的这一块需要哪些元素，这样子。那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最上面这一块就是核心的部分，就是资料处理的部分。我们可能会需要从来源资料表，像我们公司就是会有一个数据中台，那里面就有各式各样银行的相关的资讯，各种资料表，把它的这些资料表，你可能要做一些 join， 或者是做一些加工，或者是资料的清理，然后变成一些踪迹表，然后再进行进一步加工，产生最后模型训练或是模型推论需要吃的资料表。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要确保说在上线以后，模型可以持续的去就是稳定的运行，而且它的精准度是不会掉下来的，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对这个资料处理过程中的每一个资料去做一些资料的正确性的验证。那这个部分就是其实是也是一个额外的开发的工。那我们在我们玉山银行就希望说，就是这些资料验证以及资料处理这些过程，我们可以有一个规格化的撰写方式，那借此让程式可以更好的去做维护，可以去传承，这样子。那刚刚讲到的是整个就是线上服务的一个 AI data pipeline 的一个所需要的元素。那这边的话，则是我们一个 AI 专案从就是什么从零到有的一个过程。那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先根据这个业务目标，或者是这个模型的应用需求，去收集资料，然后把这些资料去想办法根据一些业务上的 insight， 或者是一些模型的实验的这些迭代，去渐渐的长出自己在研发环境当中的各个不同的资料处理过程。那目标是让模型的训练可以更好。那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其实就是会有很多 try and error 这样的过程。就如果大家曾经是做 AI 相关的，那这就会导致说，比如说像是大家有没有参加过 Cargo 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去迭代嘛。那他们其实也有类似这种 Jupyter Notebook
那像 Google 有 Collab， 就你会在上面有很多不同的 Cell， 那这些 Cell 里面就混杂了一些模型需要的，还有模型不需要的，还有你各种迭代过程的这些程式码。那但是呢，这些混乱的这些程式码，你要把它往右边去上线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我还有很多的程式码解构，还有去做refactor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开发上就会有很多的重构的工作。那最后要进到 Airflow 的时候，就会需要去把它的这些每一个处理的 function， 去把它变成我们的 Airflow 上面的这些工作脚本，比如说一些 task， 然后并且去定义说这每一个 task 它执行的先后顺序。那在我们看就是一个线上的这个Airflow 的 test 的它的一个就是既定的一个 pattern， 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每一个 test 它都是有三个主要的元素，一个是 extraction， 然后再来是 transformation， 再来是 load。 这边做的事情其实大家应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ETL， 应该很多人都有听过。好，那我还是在简单介绍一下 extraction 的目的是把资料从冰箱或是一个 database 把它拉出来，拉出你需要的这些资料处理的这些食材。然后 transformation 是一个蛮关键的，就是我们在前面就是 model 的研发过程中，我们所长出来的这些资料处理的逻辑，可能是一个 function。那它对应到的就是一个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这个就是蛮关键的一个步骤，是我们要对这个食材进行加工。那在你加工的这个手法，就完全的是你的一些业务逻辑或者是一些 know how 这样子。那再来则是 load 就很单纯，把最后的产物放回冰箱，然后这个放回去以后，再给后续的再继续去做 ETL， 然后这样子多个 ETL 去一系列的这样串接起来，可以达到一个就是完整的 data pipeline， 然后借此去产出模型需要的结果。那其实之所以就我们在 AI 开发的时候，刚刚说 Jupyter Notebook 上面其实都是这些 transformation，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 E 跟 L 呢？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这个线上的这个 data pipeline 它可以去好维护。比如说我们今天万一ETL 3这个步骤它坏掉了，那至少我 ETL 1跟 ETL 2的产物已经放到冰箱里面了，那我可以及时的赶快去修复 ETL 3，那修复完了以后我推上去，那就可以继续跑动。对，所以这个也是为了要让就是整个维护程式码的过程可以更方便，所以我们会有这样一系列 ETL 的这样的过程。那大家就是刚刚是一个图示化的一个呈现，那这边的话则是具体我们怎么把这些 ETL 的程式放到 Airflow 上面去。那 Airflow 其实是一个它是一个 Python 的开源框架嘛，它有一些Python 的语法，让你去把这些 ETL 的过程去把它照着语法去撰写，然后就可以推送到 Airflow 上面。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步的话是我们可以在 DAG 上面去定义 task 的执行顺序。比如说它有提供像 Python operator 这样的一个 class， 那你可以去在这个 class 去衔接上你的 ETL 的工作，也就是右边的这个 doETL1。 那这个 doETL1 其实是里面就会去撰写你的 ETL 的工作，比如说跟 DB 去做连线了以后，你会有一个 transformation 的一个 function 去的 SQL 去定义，然后再来去做实际的去执行这个 extraction、transformation 跟 load 的步骤这样子。但是 Airflow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弹性，各种工作调度任务都可以去做到的一个框架，但它没有针对 ETL 这件事情去特别去开发一个它的规格化的一个撰写流程。所以说在我们 Airflow 提供的这个每一个 Python operator 里面的这些 Python function， 其实你可以自由自在去定义，没有说你一定要先建立 DB 连线才做这些事情。你也可以在 extraction、transformation、load 的时候再去建立 DB 连线，就你可以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写法。那
在我们这边就会造成说，因为我们部门有很多不同的 AI 的专案，那每一个 AI 专案都是不同的 team， 那每一个 AI 专案又有很多的 ETL 过程，每一个 ETL 过程你就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 coding style， 那长此以往就会造成说，那我们会要去很难的去了解整个程式码它的脉络是什么，到底你的 extraction 在哪里， transformation 在哪， load 在哪里，就不是很容易的可以去清楚的看到。那这个是推到 Airflow 上面以后的长相。其实 Airflow 蛮棒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会有一个 UI 界面，就是在这个 UI 界面上面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你所要去部署的，你部署上去的每一个 task， 那以及这些每一个 task 它执行的相依关系，哪一些先执行，哪一些后执行，那并且你也可以在这个 UI 界面上面去针对某一个 task 去点击以后去看你执行的 log， 去看到说，这个 task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好，那 Airflow 可以让你去定义这些工作的先后顺序，但是当我们今天以一个 data science 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刚刚提到我们有 ETL 过程，有冰箱嘛，有中间的这些资料表，但是在这个 Airflow 的界面上，我们其实没有办法一眼看出到底那些资料表是哪些表，那到底我产出的表是哪些表，我只能回过头来去程式码上才可以去发觉说，到底这个任务我是吃哪个表，然后又产出哪些表。所以说就会造成说，就是当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多专案，很多很多 ETL， 很多 data pipeline 的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个血缘分析的时候就会很麻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就是 ETL 的框架这样子。那有没有办法让这个 Airflow 上面这个 UI 界面上面去能够直觉自然的去呈现 ETL 资料处理的过程？那也就是说希望说可以透过 ETL 的这个框架的开发去解决资料透视的问题，让希望说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去呈现中间的这些表。那另外也希望说 ETL 框架可以去帮助我们有一个统一的 ETL 撰写模式，那避免说整个团队就是在会有不同的 coding style 而导致维护的困难。那再来则是说，因为 data science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我们最一开始我们关注的是怎么样去做出这些特征，也就是说这些 transformation 的步骤是我们最关注的，但是往往我们关注除了这个关注的东西之外，我们还要自己去开发 extraction 跟 load 这两个 component。 但其实 extraction 跟 load 其实它没有什么复杂的处理过，就是没有什么资料转换，它就只是单纯的把资料从冰箱拿出来然后再放回去。所以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希望说可以透过 ETL framework 这个框架来让这个 extraction 跟 load 可以更容易的自动衔接上 transformation， 那借此去减少开发上的重工。那最后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开发这种线上的 AI 服务的过程中，有时候迫于就是专案的时程压力，或者是因为你很就是主管说，你要赶快把这个上线，你先上线再说，那之后这个再来看一下这个资料品质的监控要怎么把它涨上去。所以这个就会造成说，如果我今天没有在 ETL 框架里面去加入一个简易撰写的资料品质监控的功能的话，就会大家就会忽略了这一点。所以 ETL framework 在我们公司有一个很大的价值，就是说它可以去帮助你用一个规格化的方式去撰写 ETL， 那同时资料的这个品质的监控也可以有一些填写的地方，那可以很容易去填写上去，那可以帮助你做到包括栏位的验证，然后栏位比如说某一个年龄，有些人年龄不可能是负一嘛，那像是这样的资料的这个正确性的验证也可以做在里面这样子。那这边给大家从就是开始介绍就是 ETL 的框，我们这边开发的框架。那这个是
一个范例是已经是一个长在 ETL 上 ETL framework 上面的一个资料处理流程。那不同于以往的是说，透过 ETL 框架所实现的一个 data pipeline 里面，里面可以去 render 出就是每一个 ETL 过程它的所要吃的表以及踪迹表，所以就这样一眼可以看出就是会有哪些不同的资料表在整个 ETL 过程中。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ETL 去分解成不同的 task。那每一个这个 task 里面呢、啊，如果你去点开它，就是透过 Airflow 的这个 task instance 的功能，可以去 ETL framework 可以把你的这个 transformation 的 function 自动的放到这个 task instance 上面。所以，假设你今天主管来问你说，就是到底你今天是在哪一个环节发生问题了？你就直接把这个像我这样把它秀在贴到投影片上面，就一眼了然，就知道说，到底这个整个资料处理过程是怎么样？你也不用去翻程式码。那假设今天主管真的想看程式码了，或者是你的同个团队的成员想要知道到底某一个 test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其实你就可以把它点开来去看到底那个 transformation 的 function 是什么，就会不用再去翻找程式码找到对应的那一行这样子。那刚刚是那个 UI 界面的呈现。那在 ETL 框架的这个开发者界面上面的长相呢，则是也是希望说可以有一些元素是可以去 map 到 ETL 过程中的这些关键的元素。那刚刚说到就是 ETL 是在 ETL 其实就是把一些资料从DB 拉出来嘛，然后经过一些处理以后，然后放回去。那其实它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 function， 那个 function 它会去input 数张表，产出一张或多张表这样子。那因为有这些元素，所以 ETL 框架的开发界面啊，就会有 input tables， 这边可以去定义说你这个资料处理单元它的 input 有哪些不同的表。那每一个表就是用我们这边 用一个叫 table unit 这样的一个物件去呈现，那你可以对应到那张表的名字。那同样 ，output tables 也是一样，可以去对应到它的名字。那在 run 里面呢，则是一个就是比较自然的一个就是 Python function， 就是你不用在里面再去写 extraction、DB 连线或是 logging 的机制，你就很单纯的就是写一个 function。这个 function 里面，就是这个 function 是代表这整个 ETL 这个蓝色的框大框框，那里面有两个小的 ETL。第一个跟第二个分别是这个 main function 里面的第一个 function 跟第二个 function。 那第一个 function 它会吃整个大的 ETL 的输入这四张表，产生这一张踪迹的表中间这个，然后呢最后再 产出就是经过第二个 function 以后再产出最后的产物。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撰写的过程是很 Python friendly 的，那你不需要去额外去了解一些 ETL 的 DB 连线或是 DB 相关的一些操作，你就可以做到就是 data science 的工作这样子。对，那其实刚刚看到就是开发者界面是有 run 嘛，然后有 input tables 跟 output tables， 那实际上 ETL framework 就会帮你把这些元素去带到整个 Airflow 上面去。那它的过程其实 是这样子，就是开发者他专注于 transformation 的 function 的开发，也就是中间黄色的那一块，然后你会填入 run 里面。那同时你在这个刚刚看到的那个input tables 跟 output tables， 你会去定义它这个 transformation 它输入的那些表以及输出的表。那在 ETL framework 里面，其实我们有设计就是其实它是背后是连到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去自己填写的一个 YAML 档，这个 YAML 档里面就会去填写这个表格相关必要的一些资讯，加上一些检查的要素在里面。那等一下会秀出这个 YAML 档给大家看。那 ETL 框架底下就是会去调用这个 run function，
把这个 run function decorate 成一个 execution 的这样的一个 function。那在这个 execution 的这个 function 里面，我们就会做 ETL 这三个步骤，分别是对应到 extract table、do transformation 还有 load table。那 extract table 的话，就会去再调用到 input tables， 也就是 input tables 那边你定义的那些表名。那这再用这些表名去连接到你定义的这些 YAML 的路径，然后呢，就可以去读取这些表格相关资讯，然后去调用出就是你要贴到 Airflow 上面的那些 table 的资讯，或者是自动产出那个 create table 或是 update table 相关的一些 SQL 指令这样子。对，所以就因为 ETL framework 就是可以帮团队去做底下这些事情。那变成说开发者就只要关注于 transformation 就好了，下面就是像是大厨的小帮手，帮你做到这些辛苦活。对，那这个是那个刚刚说到 YAML 的一个范例这样子。那其实这个 table 的 YAML 其实很单纯，它其实就是去定义这张表的一些相关资讯，那包含这张表它的表名、它的 schema 是什么 schema。那以及它的每一个 column 的形态，那这些就可以帮助我们在 ETL 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每一个 column 是什么？那我要 create 什么样的表？它这张表有哪些 column？ 每一个的形态是什么？就可以去自动帮你做到。那同时也会有资料检核的方式。那这个资料检核，其实在我们 ETL 框架里面，我们是用了一个叫 Great Expectation 这样的一个开源框架。它其实是帮我们做到每一个栏位它的资料范围的一个检查这样子。那我们底下有使用这个开源的套件来帮助做到这个资料的检核这样子。那我们把但是我们是把让开发者可以去在这个 YAML 上面去针对每一个 column 去做一个栏位它的 data range， 或者是如果它是一个 string 的话，你可以去写一些正则表达式去对它做验证，这样，比如说，时间的格式它可能是四位数的年，然后两位数的月，然后两位数的日这样子，那你就可以写正则表达式去对它做一些相对应的验证。那最后就是怎么把这个 ETL framework 去，就是它到底它跟 Airflow 的那个对接的那个接口是长什么样？那其实，假设我们今天已经有一个使用 ETL framework 的这个，继承 ETL framework 的 operation 的这个物件，那它里面已经定义了 input table、output table， 还有 run， 还有它对应的里面细的那些小的 ETL。那这整个东西去定义下来以后，你就实作出了一个 ETL framework 的 operation 物件。那你在 DAG file 里面，你就可以把这个 operation 物件呢去做一个实例化引用进来，实例化，然后再用ETL framework 有提供的一个 build 这样的一个 method， 那在里面去填入 DAG， 那就可以去建立这整个 test group， 那里面就会包含这整个 test group， 整个 ETL 的 test group 里面的每一个小的 task， 以及那些 dummy table 这样子。对，那同时你除了用 build 来衔接到 DAG 之外，你也可以用 execute。execute 的话就是让你在本地端在推送到 Airflow 上之前，你可以先在本地端先验一下整个 ETL 有没有办法正常执行。那这样子的话，我可以先在本地端就是先快速的做一下验证，再把它推到 Airflow 上面，所以可以帮助整个开发可以更顺利这样子。对，那这边有额外一个，当就是大家可能会想到说，那整个 ETL 的 DAG 就是都包在这个 build 里面，那如果我今天有其他额外的任务，我要怎么衔接到这个 ETL framework 所产出的这个 task group？ 那其实虽然这边没有 render 出来，但是其实那个 build 它会回传一整个 task group。 那你当你有拿到这个 task group 以后，你就可以去把这个 task group 再用那个 Airflow 的语法去衔接上它对于你后续的工作，或是你有一些先要上就是 upstream 的一些工作要
在它之前先执行，你也可以去用 Airflow 的语法去把它衔接到那个 test group 这样子。那以上就是整个 ETL framework 的介绍，这样子就是目前在我们玉山银行它还是在一个开发阶段，就是还在推广当中。那我是主要 ETL framework 的开发者，这样。那我们还有其他团队是成员是开发里面对应的一些 ETL 的元件，那包含跟 DB 做一些互动的元件这样子。那这边秀的是大家可以有点像是给大家有一个开发上的想法，大家可以带回去。如果大家在 Data Science 上，或者你平常就是一个 Airflow 的开发者，可能可以用类似这样的方式去设计你的 ETL 的一个框架。对，那你可以参考我们的做法，比如说就是刚刚提到我们有各种 transformation， 那里面有这些 table 的 YAML 档，可以去撰写 table 相关参数。那 这整个透过 ETL 的可以里面的 table unit 或是 operation 的一些物件去衔接上 Airflow 的 test group 跟 operator， 那就可以就是去用这个一样自然的方式去 render 出就是你程式里面的这些 component 这样子。对，那以上就是这个 ETL framework 的一个介绍这样子。那最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是，是，哦，是可以变动 input table 的栏位跟 output table 栏位是可以不一样的。嗯，哦，就是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 input table 跟 output table 你已经写好那些固定的那些栏位，那当然你在重新推的时候那个表已经创出来了嘛，它有可能就是你要去改动它。不过这个目前还没有在 ETL framework 的设计里面，但是可能可以再去额外加入就是类似一些 alter table 的方法去改变它的栏位。对对对，所以等于说后来的流程都会根据新的那个去做。是是是，不过你可以也可以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你直接改掉那个表明啊，就是你直接换表名，那旧的表你用一些 housekeeping 的方式去把它清掉这样子。对对对，这是一种做法。对对对，好，是是是。是是。哦，是是是。哦，其实那个就是刚刚讲到是一个叫 Grace Interpretation 的框架，这样 它不算框架，它就是一个工具，就是一个开源的工具，你可以回去查查看。然后它就是它会对，就是你对，我给你看一下，就是它里面有像是 Expectation 这样的概念，就是你对于每一个栏位，你就可以定义一个它的 expectation 形态。对嘛，你的 expectation 它如果非你的 expectation 你知道不到其他的 error 表。哦，这个应该说我就会 raise error、哦、raise error， 然后那个 test 就会 死掉、哦、对，但我这边有，你怎么会知道是哪一个死掉？它会 render 出来，就是、哦、它会给你一些就是失败的范例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它 除了让它停掉之外，还有一个我这边没有讲到，就是它你可以去设计不同的对应处理方式 ，error handling 方式。那像是我们这边设计就是 error warning 跟 ignore。那 error 就是它会停掉，啊 warning 的话就是它会继续执行下去，但是同时它会寄一个信出来给开发者，就告诉他说，哎、欸，你应该要注意一下、哦、你要跟老板交代。类似的，就是寄给老板，寄给对应开发团队这样子啊，但是他不会停，因为有时候虽然有一些资料有点怪怪的，
但是模型还是可以 work 下去，就是没有那么的对模型影响那么大，但是你还是得去追踪它嘛，就是你可能是因为上行，就是你的前端资料有一些异常的状况，他们可能过版了，然后没有通知你，因为往往都是在一个大型企业里面有很多就是 silo 的状况，那这个时候有时候你的 DAG 整个坏掉，你不知道到底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是别人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对就是来源资料就做这些验证，那我们就很清楚知道就是来源资料的问题啊，就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对对对，没错。这个就是你得自己设计底下 ETL 的处理流程。你要比如说你要用，像我们只有用 PostgreDB， 但是如果你要用 BigQuery 或是其他平台，你要自己去开发底下的东西。要自己去开发底下的东西。对，你要自己，你要开发，比如说一些共用的 extraction 或共用的 load 的小工具，去衔接到 ETL 框架里面。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对。好，哎，请问。output table 到，两边都可以做，就是不同的目的，就是你对来源资料去做验证是。确保说，哎，上游的人他给你正确的东西，那你对 output 做验证，则是验证你的资料处理过程，就是有点像是一个 integration test 的最后的 assertion， 就是你的这个业务处理逻辑，你的这个资料处理逻辑是正确，你没有开发出一些奇怪的东西，就比如说你做了一些事情以后，很多空值变成 NaN 了。一个叫 NaN 的字串，那这个就不是真正的空值，但是有时候因为你可能你用了一些特别的，比如说你用 Pandas， 用一些特别的Python， 就是因为你在资料拉取跟写入的过程中，你有做了一些转换，那你没有确保说这个转换的正确性，那后面最后 output 的那个资料验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整个 transformation 的过程是你的你是做了对的事情，是这样。对对对，是用刚刚您说的那个 open source 的那个 framework 去做资料验证，不管是前面的资料验证还是 output table。对，没错，都是用同一个，对 ，great expectation， 对。会一个是跟技术比较不相关，是。银行应该都比较保守。哦。为什么会想要用 open source？ 哦，为什么？我们有一个内部的 team 在管 infra， 就是把这整个 airflow 导入进来，这样子，就是当然就有开发的成本啊，就是你要有一个 team 专门 hold 这个整个 airflow 的平台。对啊。对啊。我只是说，至少因为金融业务，我们做刚刚 IT 产业，我们都接触过啊，非常的保守啊，如果不是像 open source 的东西，它几乎不会。嗯，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你们玉山用 open source 的东西。哦。啊，因为你今天如果你在 open source 上，你因为就是 open source 嘛，你怎么敢保证它上面没有恶意程式？是。有了 bug 之后，谁要去修复？对啊。是。因为其实我们玉山银行还蛮多 open source 的，老实说，对，但是可能每一个银行它对于这个技术导入的那个风格不太一样，这样子。那你们用 PostgreSQL
对对对对对。了解了。是。谢谢谢谢。请问一下，如果你的 stack 里面可能会可以定义不同的 task， 那不同 task 可能会遇到不同的 DB 或是甚至分散式的情况的话，哦是。你们怎么维护一致性的？像是可能前面一个 DB 已经写进去，下一个 DB 你失败了，那你前面那个 DB 已经写进去的东西是什么？revert 把它删掉或者是？哦。就是把它 rollback 哦，就是。哎，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我们底下就是用 PostgreDB， 在。我们有不止一个 DB 啦，但是我们都是 PostgreDB， 然后它有里面有内建的那个，就是它有那个 CyclePG 这个 Python 套件，那它可以。就是在 commit 之前，如果你 raise error 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个 rollback， 就它会存一些历史记录这样子。可是它是单一 DB 的情况。嗯嗯。说你说有两个 DB， 是 DB 写进去也 commit 成功，下一个 DB 因为某种原因 commit 失败了，那前面 commit 成功这个你们是怎么去取消这些？已经 commit 成功。如果它 commit 成功，然后资料验证也成功，那它其实是正确的，有需要 rollback 吗？就是，不一定是因为，有可能是后面的问题。没有啦，因为它的存在性应该没有挂 DB 啦，因为它每个基本的 media table 都是一个已经确定的资料，资料完成之后再往下跑。对啊，所以他们没有，应该没有让我们跨存在性，我要处理同时资料一、资料库一跟资料库二的状况。嗯。我想到就是这件事情，我们 ETL 里面就是有那种中继表嘛，中继表就是可能它是处理到一半，但你最后还没有产出最后模型要call那张表，就是处理一半的这个状况。那我们这边的做法是针对这种处理一半的这个表，假设你这整个 task 其中一个任务 fail 掉了，那这一张表最后面会有一个drop table 的机制，会把中继表全部 drop 掉。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做，但不一定要这样做。对，你可能有其他做法。对，但目前就是这样子，就是整体就是反正它就是失败，我就把中继全部删掉，就是你像把桌面清理一下，有东西坏掉了，把桌面清理一下，全部放到垃圾桶，这样子，类似这种感觉。嗯嗯。比较好奇说，你们在做之前去研究，有没有别人遇到一样问题，也想跟你们做一样的事？那第二个延伸，可能跟这比较没有关系，但是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除了 Airflow 以外，其实这种 Workflow 也有其他工具。比较好奇，你们一开始在技术选题的时候，有没有比较过，就是是什么关键的原因让你们选择 Airflow？ 哦，像微软 SSRI 也是类似这种东西，对吧？好问题耶，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很好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是其实我看到就是类似这种专注于 transformation 的框架，有那个 DBT 吗？就是有类似一些其他不一定是基于 Airflow， 可能是其他工具，可以也是让 data scientist 专注于 transformation 的开发。对，但是因为我刚进玉山的时候就已经有 Airflow 了，对。Airflow 好像也是蛮多，就是不只是银行吧，就是一些电商或是就是有在做资料处理的公司，就也蛮常用 Airflow。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公司想要就是跟这些科技公司或是这种新创公司去做一个对接，就是你来我往这样的感觉，所以才会采用 Airflow 这样的框架。对对对，是是是。筷子的。对。哦，确实这是一个难点啦，就是谁会愿意就是那么多业务要开发，我还要跟你一起做这个 refactor 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
我们是特别成立一个专案做，叫做一个城市码梳理专案，特别来做这件事情，然后针对我们发现一些年代久远的城市需要，而且这一支城市也需要持续的去做优化，就是会有新的业务需求，我们会特别针对这样的，就是在我们这个专案里面特别针对这一个城市去做修改，那就是拉一些对应的开发者，有些人是像我是框架开发的角色，啊，有些人他可能是 user 的角色，那这样两边一边一起搭配来去完成这个资料这个 refactor 的工作，那在过程中你还当然就是你会逐步的去修改框架，那你也会去看一下这个直接的得到 user 的一些 feedback 这样子，对对对。好，不好意思，因为时间差不多到了，如果还有就是有其他疑问的话，欢迎来到前面直接询问讲者。那下一场的这个演讲应该会是在10:20，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留下来。好，谢谢。都要想新花样，我很期待，我很期待。对，比方说刚刚他们在讨论 error handling， 我们要从那个 Web 3抓资料，然后有些话不见了，他不知道跑去听什么。
借我们打个广告，没问题。好，那就先趁那个，等一下是二十分才开始，不过就是趁这段期间，就是如果还没有加入那个 Air Force 台湾 Meetup 的这个社群的话，可以扫描一下上面的 QR code。那这 QR code， 你扫描进去之后，就是输入你的那个 Slack 的 email， 然后他就会寄一个认证信给你。那登进去这个 Slack 后，搜寻 User 台湾这个群组。那我们现在每个月都有办一个实体的聚会，那下一次的聚会会在下星期8月3号，那地点是在 Dcard， 那主要会讨论一些 data monitoring 的一些议题，所以啊 data pipeline monitoring 的议题，那如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一起来。对，这边的主持人在哪里？这边。Hello， 你是哪一位？我是 David， 然后主要其实我是有点像是拍看过来的。哦，对，我小时候没看过你。对。好，那没事。那其他人是都在谈会吗？他们应该下午才会来。哦，是。然后早上的话是由Air Force Meetup 来帮忙这样子。哦，早上是台北台吗？对，台北台应该这样讲的。有太多主持人。好好，对。OK， 嗨。大家好，就我叫 Don Energy， 就是在开始之前，我先做一个那个快速调查。请问大家有听过 DuckDB 的可以举手吗？哇，非常多。那有真的用过 DuckDB 的就可以举手吗？酷，好，希望今天结束之后，就是所有人都会开始想要用 DuckDB， 那就我们就开始今天的 talk。就我今天的标题，我本来叫做就是你终究是要学 SQL，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用 DuckDB？ 就你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来自一个广告，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吗？好，看来大家好像不知道，所以我就知道就要讲一下，就一个那个 Scuola 广告，他就说你终究是要开欧洲车的，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开？所以就是我的那个前面的介绍，其实也是在讲，其实 SQL 是一个我觉得投资报酬率应该就蛮高的，就你只要学一次，就了解 SQL 背后的概念，你其实可以应用在很多的资料库上面。那我觉得就是以 DuckDB 来说，它学 SQL 是非常方便，而且是会让你体感非常好的。就我们继续看下去，然后最后。这是最后会 callback 的，就是我认为 DuckDB 应该会是大家一个一直很想要的一个 database。然后我自我介绍一下，就我叫就我在网络上大部分都叫那个 Don Energy。然后就我之前有在那个就 Airflow 讲过，就是 DuckDB 跟
DuckDB 的在 Python 上的使用。然后其实那个 Airflow 它背后有一家公司叫做 Astronomer。Astronomer 其实它其实有一篇就是它有一篇官方文章就是在说就是要怎么结合就是 Airflow 跟 DuckDB 来做运算。然后我觉得那篇文章也相当不错，就我等一下可以贴在那个 HackMD 上面。好，今天开始，因为今天我的投影片还蛮多，所以我先直接讲结论，就是大家只要记得这个结论，我觉得今天就很值得来回票价。就结论就是，如果你有在用 JQ， 你就可以考虑用 DuckDB； 如果你有在用 Pandas， 你就可以考虑用 DuckDB； 如果你有在用 Postgres。你也可以考虑用 DuckDB， 你有用 SQLite， 你也可以考虑用 DuckDB。那这背后的那个考虑到底是考虑什么？这就是我今天这个 talk 就会讲清楚的事情，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用 DuckDB 是一个很适合的选择。这我今天就希望我可以讲清楚的事情。好，然后那假如要用一句话来形容 DuckDB 的话，它就是基本上大家都会这样形容，就是 SQLite for analytics。就是很想。因为 DuckDB 其实也很直观嘛，它就是一个 database。那它对标的就跟它相似的 database 是什么？就是 SQLite。那为什么后面要加这个 for analytics？ 就是因为传统的 database 有两种 workflow， 一种是 OLTP， 一种是 OLAP。那 OLTP 你可以想成是假设你现在是一个电商网站好了，你日常客户他去购买单笔订单，或者是查询他买什么订单。就是它通常都是读一点点，写一点点，然后这种情况下，就是 index 会发挥就很大的作用，所以这就是传统 OLTP 的 workload。那 SQLite 它其实在SQLite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专注在 OLTP 的 workload 的 database。那 DuckDB 就它后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后面有这个 analytics， 因为所谓的 OLAP 它其实就像是那个电商网站他们的资料分析师，他想要知道说，哦，就下一季我想要预测，就是上一季哪些客户，上一季男性客户买了什么东西，他下一季会买什么？这通常要读就是很多的资料，然后做一些就是 aggregation， 然后才能发挥就是资料分析的作用。这就是 OLAP 这个 workflow。那 DuckDB 它就是一个。在 OLAP workflow 上面优化的 SQLite。那有意思的事情是，这是一篇那个2022 VLDB 的文章。VLDB 是 database 里面就是最好的几个 conference 之一。那这篇文章它其实要做的事情就是，SQLite， 他们跟 DuckDB 之间的，他其实想做的事情是这样。首先，我们先看，就我框起来这个人名，这是 Richard Hipp。Richard Hipp 他就是。那个 SQLite 一开始的那个 creator， 那他也参与了这篇论文，所以这篇论文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要怎么改善 SQLite， 让它可以在 OLAP 上面表现追上 DuckDB。然后他们就做了一些就还蛮有趣的研究，就有兴趣的人就可以去看一下这篇文章。那它上面其实 SQLite， 其实这样讲应该是可以接受，就是 SQLite 官方团队他们也是认可。就是 DuckDB SQLite for Analytics 的这件事情。好，那稍微介绍一下 DuckDB 是什么。那就我们先回到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日常会用更多的 database， 就是 Postgres。大家都知道 Postgres 就很强大，而 Postgres 它可以处理很多的那个资料的 format， 可以有 CSV 啊。可以有 JSON 啊，可以有 Parquet 啊，是非常好用。所以就是至少我是很爱就是 Postgres 的。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请问大家有在用 AWS 3或者是相关的服务的，就可以举个手吗？其实也蛮多人用的。那 AWS 3它一开始那个 Bezos 给他们的那个任务设定就很明确，他就要做一个 mail locate for the internet， 就 mail locate 就是一个那个 C 语言里面的一个就是 allocate memory 的那个的标准函数。那我认为 S3 它现在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 blob storage 的一个事实标准。那它其实也做到这件事情，这是最
前两天的文章，他就是说现在 S3 每天要处理1亿个 request per second， 然后他总共 handle 的资料有228的 trillion 应该是兆了。所以简单来说，就是 S3 是处理非常多的，就大家其实都会把资料往 S3 上面丢嘛，就是一样的。就我也很爱 S3。然后那讲到 S3， 就是 Cloudflare 他有提出了一个提供一个服务叫做 R2， 就是 R2 其实就是想要对标 S3。你自己想，就是 S 是 R 的前一个字母，然后2又比3要少1。简单说 ，Cloudflare R2 就是它要提供一个，就是更简单、更容易使用的 S3。那就讲了 S3， 就是讲了 Postgres， 就到底要干嘛？跟今天的主题是有什么关系？就想问在座各位就一个问题，就你们多少人？就我们刚才讲嘛 ，Postgres 是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就它的 SQL 的方言非常丰富，然后资源的类型也很多，它可以处理的档案格式也非常多。那假如现在我已经有一个 CSV， 我有一个 JSON， 我有一个 Parquet 放在 S3 上面，就是我想用 Postgres 去分析。那现在给你一台新的电脑，你们大家有办法，就是自己有办法，不管你用 Docker 或什么之类的，你有办法加一台 Postgres， 然后分析你那个在 S3 上面的档案的人，就可以稍微举手吗？啊，可以吧？大家都可以办到吧？大家好，我就当做大家害羞。啊，假设所有人都可以。但是你们都可以做到这件事，但你们有办法在三分钟内做到这件事吗？没，看来就是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那种超级熟练的人才有办法在三分钟内就架好一个新的 Postgres， 然后分析它在 S3 上面的档案嘛。这是一件就感觉是要花一个工作天，甚至一个上午、一个下午的事情，就架环境的痛苦大家都知道，或者是你有一个新的替代的选择。就是 DuckDB Web Assembly， 这是就是没有直接 demo 好了，就是你可以用 DuckDB Web Assembly 三秒钟就搞定一个环境，让你有办法分析你在 S3 上面的 Parquet、CSV、JSON。那怎么做呢？就是证明真的只要三秒钟，所以我重新点开。哎，这一个 DuckDB 它现在已经跑在一个我刚才开起来的这个分页里面。那它真的可以分析吗？哎，那我们要试试看嘛，对不对？那就现在这句 query 其实就很简单，就我有一个 R2 上，哎，就是其实大家都没发现，就我的 bucket 叫做 R2 Duck2，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就是 R2 D2 是什么。就是大家好像都没发现这个彩蛋，所以我这次我要特别讲一下。就是我有一个 R2 Duck2 的 bucket， 它上面有一个 CSV， 那我想快速的分析它，就我有办法办到吗？就真的三秒钟就有办法吗？答案是可以的。这是我刚才开起来的，就是 DuckDB 就 Web Assembly。就他现在已经有办法把你的资料从 S3 上面读到你的分页，就你已经可以开始分析了。那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我没有作弊吗？那我们再做多一点事情，对这个我在对我的 Bucket 上面的资料开始做多一点分析吗？就是刚才可以看到，就是其中一个就是 DuckDB 的其中一个语法，就是你可以很快的分析你在 S3 上面的资料嘛。那但是因为每次都要打那么长的网址，我还是觉得就有点太麻烦。那我们来试试看，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SQL 语法。喂 ，OK， 就是现在一个叫做 R2 Weathers 的资料表，我已经 create 在这个 DuckDB 中了。那真的吗？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就我刚才其实是从我刚新建的那个表开始去把我的 data query 出来。那大家可能觉得很奇怪，这个是哪里来的 SQL 语法？就为什么这样就可以？这也是 DuckDB 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提供了很多很棒的 query syntax。就你只要写 from， 然后还有 table 的名称，它就等于说是 select star from 那个 table。你的 select star 这件事是可以省略的。那比方说，我想要 limit 10，一样的，就是现在我就这样，因为太多 color 了嘛，就只要看十个，我简单看一下这个表，这是非常方便的语法。那我们看，就我们还可以怎么分析这个资料嘛？首先我先说一下这个资料集是什么？这资料集是那个 NY Taxi 上面的一个单表，它是那个 Weathers 的这个表。那这个表，它就是说，它在一个纽约的中央公园的天气观测站，它每天它会去测，就是最高温度是多少啊，然后那个积雪多深，然后还有风速跟降雨量，就是这个表。那像我想对这个表，我想知道说，就是那这个观测站它历年观测下来，每年每天观测到的平均最高温度是什么嘛？这很直观嘛，就我们就写一个 SQL query 就来分析我刚才像建的那个表。所以它是真的可以跑了。你真的花三秒钟，你就可以起一个 DuckDB 的 instance， 然后你可以分析你在那个 S3 compatible 的 bucket 上面的 CSV parquet JSON 的资料，那你可以用 SQL 来对它做 aggregation， 或者是所有 SQL 的运算你都可以对它做，哎，看起来它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嘛，对不对？那现在我们来算一点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的计算，就是这边有用过 window function 就可以举个手吗？OK， 这个比较多人。那现在我想算的是，它每七天的最高温度的平均的 average， 那真的有办法跑吗？对啊，它会跑得那么快吗？因为就我下那个 limit 20，所以它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从1月1号算到1月20号，每七天的平均温度，就其实也就是这样算出来了。那一样，就我们再看一个比较困难一点、比较特别一点的 query， 就我想知道说，降雨量小于 0.1 到 0.2，我有点忘记那个单位是什么了，跟降雨量大于 0.4，那些天数的平均温度是多少？有人有办法用一个 SQL query， 然后不用任何的 CTE 或者 subquery 就写出这个问题来吗？大家可以先想一下，我让大家想三秒钟。好，就是 DuckDB 它其实提供了一个这其实是那个标准 SQL 啊，它有一个 class 叫做 filter class。filter class 在做的事情就是说，我在同一个 SQL query 中，我有不同的那个aggregation 的条件，就像我刚才讲了，我降雨量大于 0.4 的天数，我想算一个，那我另外一个 aggregation 的条件是我想要降雨量介于 0.1 到 0.2， 那其实 DuckDB 就有办法帮你 DuckDB 资源就是 filter class 这件事。好，所以现在已经简单的示范一下，就是真的是非常容易、非常轻松，你就可以起一个 DuckDB 的 instance， 然后来分析，就是你在S3 上面的资料。那其实大家任何 S3 的资料，或者是你本地的资料，其实都可以这么容易的在 DuckDB 的 WebAssembly 上面这样分析。那接下来我们要讲一点，就是比较魔法的地步，就是既然 DuckDB 支援 SQL， 那它支援的 SQL 的 dialect， 它的方言是哪一种？
因为 SQL 是很各家都有各家的自己偏好的语法嘛。那 DuckDB 它大家可能看到，大家要猜一下 DuckDB 的 dialect 大概是哪一个吗？你要猜猜看吗？好，没有，大家比较害羞。那 DuckDB 它其实支援的是它 DuckDB 大概是从2018开始的专案，它一开始就是完全基于 Postgres 的那个 Flex 跟 Yak 去改的，所以说现在 ChatGPT 很好用嘛。其实我刚才我生成的那三个的例子，其实我是丢，就是我就问 ChatGPT 给我一个这三个 Postgres 的 SQL 的例子，所以假如你遇到了，就你开始使用 DuckDB， 就你不会用，其实你可以说哦，就是请你帮我写一个 Postgres 类的方言来分析，那你可以预期就是 DuckDB 它可以用 Postgres 的 SQL 去分析一个资料，而且跑出来的结果要跟 Postgres 一模一样。然后如果是 aggregate 的话，那我们预期它会比 Postgres 还要快一点。然后就我刚才为什么说就是 DuckDB 是那个 magic， 就是有人有讲一个算是一个就一个梗啦，就是那个之前有一篇很红的文章叫做就是 Google 它是没有护城河的，然后什么 OpenAI 也是，然后有人就说就是 DuckDB 也是一样，就是它叫 just a wrapper around magic。那这就是说就我们竟然可以用 Postgres 的方言，然后来分析一个 S3 上面的资料，而且就是我根本不用起什么去架环境啊什么之类的，我就打开一个网页，然后打开一个网址，我就可以开始分析了。然后如果大家对刚才的那个 WebAssembly 就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那个最近有一个 DBT 的刚结束的活动，就是 G0V 的发起人 CL 高，他有讲就是怎么用 DuckDB 就 WebAssembly 哦，他是讲 DuckDB 跟 DBT 啊，但是他也非常喜欢就是 DuckDB 就 WebAssembly 的使用。那假如你想知道更多一些关于就是DuckDB SQL 一些画师技巧，我也有讲过一个类似的 talk， 都可以在。我记得这两个影片现在都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找到，就是没关系，就我投影片，等下之后会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去看一下，就是 DuckDB 的 SQL 还可以怎么用。那可是我们今天我们的 talk 是先讲就是，那除了 DuckDB 看起来好像真的蛮好用的，好像真的蛮轻松，那它是真的经过 battle tested 的吗？它真的有真实业界的人在用 DuckDB 吗？有 ，Google 有一个专案，它叫做 Malloy。那 Malloy 它其实是一个那个 Lucas Studio 它的 CTO， 他现在人生下半场，他在专门在做的一个语言就叫做 Malloy。然后 Malloy 用了 DuckDB， 也是Malloy 也跟 DuckDB 非常紧密的结合，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Meta 里面。他们有重新写了一个那个 Velox 的一个算的，这应该叫做database 的那 executor。那Velox 它是用 DuckDB 来验证它所有执行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是一它想要看自己的那些算子写的对不对啊？它是某种程度上是用 DuckDB 来验证说它的开发正确性是不是对的。然后还有 Airbnb， 他们在他们的 CI/CD 的 pipeline 中，他们也用 DuckDB 来生成 Parquet 资料。然后还有他们的那个，他们也用 DuckDB 来做 SQL 的那个 unit test。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最近可能比较热度一点，就是 Hugging Face。Hugging Face 现在官方就支援你在 Hugging Face 上面用 DuckDB 来分析在那个 Hugging Face 上面的资料集。Hugging Face 他们也就我感觉应该也是跟 DuckDB 有很深合作，因为他们捐了一大笔钱给那个 DuckDB Foundation， 就是这个之后再讲。然后那有没有离我们更近一点的例子？那我相信就是大家会来听这个 talk 的，就是多多少少可能都有听过，就是 Mosky 嘛。那 Mosky 他最近在使用 DuckDB 之后，他也觉得就是 DuckDB 非常好用，他可以
一来他很他在 Python 里面可以很方便的使用，然后他很 lightweight， 因为他速度很快，然后你可以用 SQL 就来分析你的资料，然后他算是Pandas 的另外一种替代品。那除了 Mosky 前面的 Twitter， 他讲到说，就是他更偏好用 SQL 来分析资料，而不是用 Pandas 来分析资料嘛。那Panda 这个人他叫做 Wes McKinney， 他是 Pandas 当初的 creator 之一。那他其实他有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说他觉得 Pandas 当初他在设计上可能有一些缺点。那他知道这些缺点，因为毕竟就是他做出来的嘛。那大家也很推荐大家去讲这篇文章。那他里面文章中大概有讲了十个缺点。那其实我认为就是结合 Arrow 跟Arrow 就是他后来去做专案，但我们今天要主要讲的是那个 DuckDB， 就是如果能用 DuckDB 来 query Arrow 的话，那这他没有讲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列的那十个 Pandas 的一些设计上的不足，用 Arrow 加那个 DuckDB 可以，我觉得几乎算是解决他提到的那十个痛点。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大家都有用 Pandas 吧？有用 Pandas 就可以举一下手嘛？哇，几乎这就大家就很多人用。那有用 Pandas， 而且有在 Pandas 里面遇过 memory error 就可以举个手嘛？啊，几乎相同的人，就是 error 其中Pandas 的其中一个不足，就是他其实哦Wes McKinney 他在他的 talk 里面有讲到说，他那篇文章里面有讲到说。它有一个 rule of thumb， 就是 有一个经验法则、啊、就是你大概要如果你要 Pandas， 你要用 Pandas 来运算你的资料，你的电脑的 memory 大概要是那个资料级的，我记得是5倍啊，但我可能但有记错，但是它里面是有提供它的经验法则的。那这也是大家常常会遇到 memory 的问题，因为你就是要完全的把你的资料级转成 Pandas 的格式塞进 memory， 它才能运算嘛。那其实 DuckDB它的 streaming engine， 它可以某种程度上很好的克服就是 memory error 这件事情。那除了使用 DuckDB 来 query error 啊，或者是 query 前面那些 S3 的档案，它是就很轻松很方便使用嘛。哎 ，DuckDB 它其实也非常快，就是有一个 Pandas 的替代的 library 叫做 Polars。请问有听过 Polars 的听众可以举下手吗？其实也蛮多的。那这是 Polars 他作者自己亲自做的 benchmark， 就是其实还蛮公正，因为是不是 DuckDB 自己的人来做的嘛？那可以看到Polars 是紫色的，然后 DuckDB 是橘色的，就是越低是越好，就可以看到就是 Polars 跟 DuckDB 它其实在跑那个 Polars 作者跑的 benchmark 中，他们的表现是几乎是相当的，而且就只要证明就 DuckDB 是非常快的。那真的吗？一样嘛，就我们来 live demo 一下。那一样，就我刚才说 DuckDB 很轻易使用，我可以开一个 web assembly 就跑起来。那它在 Pandas 中。就这么简单吗？其实也非常简单，就你只要打开 Google Colab， 而且你也不用 pip install， 你只要，因为现在 Colab 已经有那个 pre-install DuckDB 了，所以你就 import DuckDB， 然后跑一些就是等一下会需要用到的套件，然后你就可以跑。刚才一模一样，我刚才在前面示范过的 WebAssembly 的，在 WebAssembly 里面跑那些 query， 它其实在这个 Colab 里面，它就可以跑。好，遇到一点问题，但我们先不要解决，这没关系，这 Colab 我等一下也会那个提供给大家。啊，然后啊，这是我那个 Colab， 这我贡献的 DuckDB 的其中一个功能。然后这是我贡献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我刚才在那个 Colab 里面就都会用到。那除了刚才
前面讲的那些公司啊，跟那些跟那个 Mosky 他们有使用，那真的有其他人在用 DuckDB 吗？那其实这是那个这个网站叫做 PYPI Statistic， 它就是可以看就是每到底有多少人在用那个 package。现在每个月搭就是用 pip install DuckDB 大概是149万左右。那这在两个月前就在 Airflow 上面讲，那时候才大约100万出头，所以 DuckDB 的成长是还蛮迅速的，而且也更多人使用 DuckDB 在 Python 的环境里面。好，然后最后我就要讲一下，就是那个，就今天还是要讲清楚，大家可以什么时候要考虑用 DuckDB 嘛？那可以考虑用 DuckDB， 就像我刚才讲，你有一大堆的那个 aggregation 要算，然后没有要处理很多的那些 concurrency 的 read 跟 write， 那我觉得 DuckDB 就是一个很适合的场景。那因为我们知道嘛，其实很多 engineer 背后他们都是 trade off， 就是之所以 DuckDB 会比较适合用在那个 aggregation， 而且它可以跑得非常快，是因为它就是针对这些场景去做优化，像是它是那 columnar store， 然后它是 vectorized processing， 然后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它用的 index 是Redis tree， 而不是以大家常的比较熟知的 B plus tree。那这个场景其实都比较适合在 memory 读里面，而且它的 memory 的 footprint 是比较小的。然后最后就是 DuckDB 是一个 C 加加写的专案，然后就像我刚才讲，它是一个基于 Postgres 方言的一个开始的一个 database 嘛。那这是它的一些架构的概观。然后最后就是在重复一次结论，就是如果你有用 JQ， 你就可以考虑用 DuckDB； 如果你有用 Pandas， 你也可以考虑用 DuckDB 来。就你比较喜欢 SQL， 你也可以考虑用 DuckDB。然后还有就是 Postgres 跟 SQLite 的使用情境，你也可以考虑用 DuckDB。然后最后就是要 call back 回去嘛，就是我觉得 DuckDB 就是一个一直以来你做 analytic 会很想要的 database。那给更好的自己一个一直想要的 database， 聪明的就懂，这就是那个 Scuda 的他最后的那个广告。然后就是我想跟大家讲，就是 I'm a SQL， 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开始尝试用 DuckDB， 因为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用，而且也非常快速，非常轻易就可以开始使用。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就是欢迎提问。它会自己去 pass， 但是你也可以指定，就你是不是常常遇到，就是 CSV 有很多那种缺行啊，然后逗点不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有那 DuckDB， 我上礼拜看，它现在 CSV 的 option 大概有76个还是80个，就是专门在处理这件事。或者是这是那个刚才 collab demo 没讲到啊，或者是如果你比较喜欢用 pandas 读进来一个 CSV， 那 DuckDB 它其实可以直接 query 那个 data frame。没关系，就我 collab 上面有示范，就你可以看一下。请问一下 ，DuckDB 有相关的可视化？哈？可视化程序？有，而且这就是那个 G0V 的那个 CL 稿，他那个 talk 有讲，就是有一个新的 library 叫做 Mosaic。然后它就是可以，跟 DuckDB 很轻易的对接，或者是就我看过有人就是 Superset 其实可以直接接 DuckDB， 然后还有 DuckDB 它就大家现在画图可能就是把一个 data frame 丢进去那些那个 Python 里面的画图的那个 library 嘛，那 DuckDB 它其实可以很轻松的把在 Python 里面的那个 DuckDB 的那个它的 relation object 转成一个 data frame， 只要 call 一个函数就可以转成 data frame。所以你用 DuckDB 运算完转成 data frame， 就可以又接回去你之前画图的流程。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请说。
好。因为就是我就是要呼应，就我说，就是你三秒钟就可以起一个 instance， 你不用像 Postgres 就比较 heavy， 但是一样啊，你在 Python 的环境里面，你开那个 Colab， 它其实就是一个 notebook 嘛，你其实也是一样就很轻松。然后你刚才我 WebAssembly 上面可以跑 SQL， 在 Python 里面全部都可以跑。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Okay. 喂，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没关系，就可以问。您说像 Redux 那些东西吧，它比较像是一个 database， 它不算是那种你拿来当状态管理的那种。我还没听过啊，说不定你可以尝试看看。它比较像是你就是你之前是一个跑一个 SQLite 在你的前端嘛，你想要存一些东西的话，你可以跑一个 SQLite 在前端。那 DuckDB WebAssembly 它其实有，它除了 WebAssembly， 它也有那个 JavaScript 的 binding， 它其实。就你以前在 JS 的环境中，你想怎么用 SQLite， 你其实就可以那样用 DuckDB。然后如果是 aggregation 的，你可以预期 DuckDB 会跑得更快。哎，请说。请问他在那个 Python 的 OIA 里面算建成吗？他算，就他有 SQL， 我不会念那个 ORM， 但是他有那个的 driver， 而且。那个维护那个 driver 的人就是 DuckDB 官方的人，所以算是还蛮 active 在维护的。请说，请说。啊。对对对。最推荐的方法应该就是都转成 error， 但是其实我刚才有看到你的投影片，就是你们其实内部转换就是一个 data frame 嘛。那像我刚才讲，就是 DuckDB 要转成 data frame 是超级容易的事情，就是它只要一个那个 relation 后面接一个点 df 的 function， 它就 cover 成一个 data frame， 所以你等于说你就多写四个字就可以完全跟你原有的。对对，但是变 data frame 就是你可能还是会遇到 memory 的问题，因为 pandas 一样，就是它要完全 loading memory， 就是它是完全 kernel 的。那DuckDB 其实我不确定它 Python object 有没有压缩，但是它在那个 C 加加 code 那个，它是在 in memory 里面是有压缩的，所以而且它是 raw group， 它不是。完全的 kernel， 简单来说就是它比较不会发生 memory 的问题，对对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最好的 best practice 应该还是转成 error， 就是你转成 error 在你的各 test 里面转来转去，应该是比较标准的。那为什么不转成 parquet？ 转成 parquet 档也非常容易。那转成 parquet 档，因为就你的 test 假如是已经。persistence， 那转成 parquet 当然是很不错的，而且就很稳定。但如果你想要比较高效能，就是多 memory 里面，那其实 error 或者是 data frame 其实都可以，就转成 parquet 也是一种选择。而且 DuckDB 是很对 parquet 资源是非常好的，就是非常轻松也可以转成 parquet。啊，然后还有这个要讲一下，就是你的 parquet 你想要写在 S3 上面，或者是你想要。在你的 local 笔电或者是在哪里，就是都是非常容易的。对对，就你有看到，就我最一开始的那个 query 吧，就是我是 select star from
一个网址嘛，就是那个网址其实就是一个 S 3上面的 bucket 上面的 物件嘛。那其实就一样了，就是它就是把那个网址当作是一个 table。哎，请说，请说。没有 ，DuckDB 全部都是那个单机。好，那就谢谢大家。哎，请问，请问，请问。那他对 SOS 的这个资源度，因为刚刚提到可能可以接吃 S3 或其他一些 bucket， 那如果是 DB SOS 的话，哦，这也是一个就没有机会讲，就是 DuckDB 它可以直接读你在 Postgres 上面的 table， 你也可以直接读你在 SQLite 里面的 table， 就是你直接 attach 上去，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们有一篇官方的 blog， 就是 Postgres 纯 Postgres 去跑原生的 TPC H 的 benchmark， 跟用 DuckDB 先去读 Postgres 里面的就 TPC H 的那些 table 都先建在一个 Postgres 上，那 Postgres 去执行 TPC H 的那些 query。跟 DuckDB 去读那个在 Postgres 里面的那些资料，再来 DuckDB 内部执行，结果几乎就是效能还是比 Postgres 全部 Postgres 跑来得快，这是很夸张的事情，就是因为它其实你还有一个 transform 的 overhead 嘛，然后但是因为 DuckDB 它的比较 kernel， 然后它 optimizer 也比较聪明，然后所以跑得比 Postgres 原生还要快。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是，它是可以直接读 Postgres 跟 SQLite 的，但其他 DB 就 source 就没有资源。但有一个也蛮兴奋的事情，就是它之后开始支援就是 Iceberg Table。那 Iceberg Table 现在其实也越来越变成就一部分的标准，所以我认为这是很有潜力的事情。哎，请说，请说。详细数字我有点忘记了，对对对，但应该说就是好，这个讲一下那个背后的原理，就是那个 pandas 它是完全 columnar 的，也就是说你要处理某一个那个 column， 它要完全读进 memory， 但是 DuckDB 或者是 polars 或者是 data fusion， 他们是 raw group。也就是说，它是取一样是取一部分的。假设本来有一万个 raw， 就是一万个横的。那 pandas 它虽然可以挑你要算的哪些 column 来运算，但它必须把那些一万个那个 column 全部读进来。但是 DuckDB 或者是其他 processing engine， 他们是一千个的这样子streaming 的去处理。所以详细那个经验法则，就如果还没看过，而且我也不太知道。但是至少我自己是在用 DuckDB 在 Python 中，我没有遇过 memory error。如果可以16GB的 memory 处理经验，应该不行。但是呢，我觉得16GB 要处理32GB 的资料，应该是跑得动了，而且不太会遇到 memory error。好，那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就可以来这边问讲者。那我们非常感谢 Dominic 的哎，谢谢。好，那下一场的时间会是十分钟之后，就是11:10。好，来，先拜拜。那我把投影片关了，因为就我灯组，确认一下，就我们灯组。OK， 都灯组了。就我等一下，他不是有一个那个 tag MD 吗？就我等一下会贴，就那个。
在帮你转，我看了一下议程。你好酷哦！就我等下会提在这边啊，对 ，OK OK OK 吧 OK。然后用自己的电脑。嗯嗯嗯。我转接头，你有转接头？我有转接头。哎，啊，还是还有转接头，还有转接头。我可能是早上比较想会 soft。气色比较好，是吗？还是好像头发变得比较白了，是你怎么了？